万一真的有一天分手了，没有没有那一天吗？没有那一天，没有那一天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是我们没有分手的那一天，对，没有分手的那一天，我不会让你离开的啦。那如果就分手啦？不会啦，不会分手啦，这是个假设题嘛。我们会唯一会分开的时候，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只有生与死，只有生跟死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就人与人世告别了，对，其他的话我们都会在一起，好，就算不高兴我们也要在一起。这个有吗？各位客官有满意吗？请起全餐，太满意了，很满意耶，这个很满意，超满意，过关四分，标准答案，超标准，太强了，对，因为他你刚有点想，有点投机，要再短一点，你刚刚有一点露出苦恼的感觉，因为你的眉头一伸锁其实就算不过了，那但因为你第一个算松一点，好，有过四分，赞。OK， 好 ，OK， 换你，哎，来吴先生，哦，拍谁拍谁，好，来来来，圆圆，来圆圆，哇，哎，跟世界隔离的感觉还不错，还不错哈，对，宪哥要不假思索，好的，三秒内回答了，宝宝，你觉得我胖的时候比较好看，还是瘦的时候？三，凡肥燕瘦，但是我这一辈子还没看过你胖的时候，我好想看一下，哦，可是我。这几天瘦两公斤，都看不出来吗？还好啊，就跟以前一样啊。哪有？我都是为了你减肥了。没有，我没有看过你胖啊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不关心我，我很难过。而且你上个月就说我胖，然后为了你减肥，你看不出来。你说我胖的时候，你太瘦了，我怕你不健康，胖瘦。所以你觉得我现在很胖？没有，不胖。我就说了，你从来没有胖过，很舒服。你刚刚说我胖的时候很好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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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你刚好就这样。我们从打认识到现在，你都没有改变。我就是因为你的身材爱上你。可是我最近瘦了就很多，我最近生病瘦了5公斤，就你都看不出来。在我心中是一样。真的受不了。好，请回答有没有符合你心中的答案？完全不符合。严苛。题目是什么？题目是你觉得我胖的时候比较好看，还是我瘦的时候比较好看？都好看吗？不行，一定要选一个，胖好看还是瘦好看？你要选一个，就是直接对。其实这一题你的好看跟胖跟瘦没有关系，对，要健康的瘦。如果瘦下来身体不健康，那瘦就没有意义了。他讲道理，他开始讲道理，更生气，更生气，对，真的更生气。真的，我这题改给宪哥圈好了，因为我没有看过他这么努力的一次生命，我没看过他这里面。你问我儿子，我一段感情，我的初恋就11年呢。哎呦，11年，超传统的。OK 啦，好啦，但是直到对方玩腻我。讲这样，讲别人的坏话。好，但是宪哥这一题你还是就是打了三个叉一个圈，对啊，一下胖一下瘦不行，对，不行不行，你摇摆不定，哦，要确定，你要么就直接说一个瘦的话，你就直攻。我以为是要去解释啦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这个女生的题目就是莫名其妙，对，女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合理合理，小小很多，好好接受。OK OK， 换你喽。那前面怎么聊那么久？刚刚是宪哥是4个叉子，对，后来我因为太可怜，给他一个圈，好好好，好，那换柠檬是你的女朋友。好的，好的，来吧 ，baby， 你问吧。baby， 我问你哦，你想要跟我在一起，然后拿100万，还是跟全世界最漂亮的人在一起，然后拿100亿？我当然是跟你在一起啦，因为你在我眼中才是有价值的。那100亿对我来说就是大便。所以我们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。一二三，举。为什么？你要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已经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了，你早就赚到100亿了，对啊，已经拿到了。哎，你人家说爱的陷阱题嘛，没错没错，错错错。
陷阱，而且这个就是我整个就是直接下去了，对，有点加思索，整个就跳下去，已经死了，死了，合理合理，而且不得复活了。好了，没错，太平准备刚烈吧，准刚准刚了，准刚了。好，西派轮到我了，好嘞，子辰，好难哦，陷阱题，陷阱陷阱，请小心回答，我要小心，真的真的，对，我们不要太冲动，不要太冲动，好，不假思索，三秒内回答。有两秒，两秒，立刻！我在你心中，我是排第几漂亮的？二一，在我心中根本就没有排名，因为我的眼睛只看得到你。哦，别排别排，对对，很好很好，超屌。宪哥，请你多多向你儿子学习。以后他是你大哥，对，他是你大哥。宪哥应该去卖牛肉面，有我去哪里，你照着我。对对对，好，表现不错，哎呦厉害。好 ，OK 哦，西派哦，好，那现在孙生 ，OK OK， 孙生也厉害的。好，孙生现在圆圆是你的女朋友哦，她要问你问题喽。如果有一天我被你妈妈骂哭了，你会先安慰我还是安慰你妈？二一，那请回答。肯定是你啊，因为我妈还在土城呢。哈？在土城看守所。对啊。喂，肯定是你。Yes sir， 肯定是你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妈只能写信骂你，没有没有，你是才是最有温度的。写信，对啊，这一题有一点点难，那个，对，我们再给他抽一题好不好？再抽一题，因为刚好他的情况，妈妈比较对对。好，你看哦，这一题这个安这个 safe 没有妈妈的问题了。好，她是你女朋友哦，来 action， 下一题是下一题，对。就是如果今天要在摄影棚带一位女艺人回家，一定要带。如果你不带，我们现场就会有一个人暴毙死掉。你会带谁？你现在看一下。回答肯定是你啊。没有，她是你女朋友了，你不用带她。以外带我。以外以外的。可是你是女艺人啊。请回答。不是啊，就是除了我之外，你一定要带一个人，不然现场一定会有人死掉。我不带，那我带一个，你绝对不会生气的，露露。好像还不错。问题是，就算人家暴毙，到底关你什么事情？你竟然想带女生回家？哦，你看陷阱题没办法，陷阱，而且你还伤害到我，对，错特错，还有最佳一等，伤害女生，就像哥们一样的胸膛，像哥们一样的一个胸膛，又女生，不行，不要伤害别人，大错特错，胸肌，你应该说其他人暴毙，关我什么事？对呀，应该只有你朋友嘛，严重只有你。这样子啦，这样不关我的事啊！我们现在才知道要怎么玩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好 ，OK， 那好 ，OK， 又多一位港烈哥了。前面多少零分？你看看，哇，好 ，OK， 好。现在只有马，哎，马哥刚获得四个。其实马哥刚有点取巧，他刚刚想了有点久。对，我觉得斟酌先扣两分。对，啊，其实刚刚宪哥一开始也是零分嘛。对，然后我是送他一分，但你扣两分啦，因为你刚想比较久。好 ，Wish 问你。好，来喽。哇，这个宝贝，我今天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你前女友居然传简讯给我，哎，简讯啊，简讯，3、2、1，请回答，回答，前女友，你是我的初恋啊，我没有前女友啊，不是啊，所以我去看医生，你不用关心我，我看医生，你不用关心我。我跟你讲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急着说谎。这讲的是真的。对，抓你了！零分，我真的。他都去看医生，他都怀孕，你不关心他？前女友，你是我初恋。对，这不是零分，零分，零到不行。